我们来到神面前。让他拿，因为他们习惯啊。哦，耶稣，哦耶稣，耶稣，哦耶稣，耶稣，哦耶稣。我的灵来敬拜你。
烦恼，相信你就在这里。耶稣，神真非常的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你是我真好，神真爱我，神。
我们全心全意的专心闭上眼睛，我有决心了，主耶稣赐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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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雪的手机，飞雪的手了都去。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
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利路亚，从心灵叫出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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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将重担叫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天父，赞美天父，赞美天父，啊，放下重担，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放下自己，放下重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可以的，每个投入，每个投入，我们现在为你祷告，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投入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耶稣，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每个投入，耶稣，我们放下重担烦恼，放下重担烦恼。哦，投入，爱慕神，想着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这里，耶稣就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每个投入，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哈哈哈哈哈！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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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们需要你，每个投入，耶稣，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放下重担，哈哈哈哈哈哈。哦，哈利路亚，投入的，放下重担烦恼，放下重担烦恼，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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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重担烦恼。啊，那个就是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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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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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耶稣，欢迎你，欢迎耶稣，欢迎耶稣。帮助我们投入去欢迎耶稣，投入去欢迎耶稣，投入去欢迎耶稣。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感谢天父，赞美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于主，荣耀归于主，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神，你真美好啊！哈利路亚，从心灵叫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同事，哈利路亚，但唔好拍，但唔好影我，呢个咁就影片啦，而家咁就打横就系咯，哈利路亚，哈哈哈，从心灵呼叫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重担呼叫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投入每个投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天父，赞美天父，啊，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释放我们的灵，释放我们的灵，感谢天父。赞美天父，赞美天父，哈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天父，赞美天父，哈哈哈哈！赞美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天父。哈利路亚，有没有人想分享啊？刚才的经历有没有人想分享？不要坐，站，有谁分享？现在就马上分享，有没有啊？没有人。啊，等一等啊，等一等，等一等啊，等一等啊，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照片，啊，影片，好的。好的，好的。谢神，那个我就是头五牧师来的时候，我就很抵挡，我就这个很难受，因为我也挺，我就是说的，我也挺警醒的哈，我也不想就是邪灵进入我的里面，所以我就这里头非常难受，非常难受的，就是我一点都进入不里去，我就觉得说的，哎呀，我有点不怎么，就是说的，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挺警醒的，我就不想邪灵进入里面去。但是后来就是牧师给我就是祷告完了以后，我这心里很舒服的，真的感谢神，荣耀归给主，感谢神。好的，还有没有其他人想分享了？我分享。好，等一等哈。我刚刚祷告的时候，感觉有股力量从我这里进去，现在头还是麻麻的，感觉这里头好麻，一直都麻着，现在还是麻麻的。感谢主，荣耀归于神。是不是你是不是分享？就是
说从昨天的时候吧，我的情绪就一直很不好，就是很低落，就是总是开心不起来嘛。然后昨天我就在问主说，主啊，我该怎么办呢？然后情绪那么不好，然后就是我看吴老师也挺忙的，然后就不想打扰他，然后但是整个人的情绪呢就是很不好，我就在跟主说嘛，然后就有那个阿姨来，我就在那里发呆嘛，然后再向主就是问主我的情绪到底怎么了，然后那个阿姨就主动过来给我祷告，然后当她给我祷告完之后，我发现我这几天的情绪就比那天好多了，要开心很多。天天父就没有那种很伤心什么之类的。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想分享的？感谢主。我本应就说是今天也比较疲乏，昨晚上没休息好，两点的时候魏老师还开车上来下去在山上接我们。哎呀，我说是今天能够幸运到我们叶牧师这样这样带着神的这种能力和荣光，哎，我一点也不疲乏。哎，在祷告的同时，我一下子好像一股凉风以后涌到我的面前，好像就在遇见耶稣。说实在，头皮子发麻。虽然我这本人我是一个从小到老，我今年六岁，是一个曾经忧伤和曾经苦难的一个从孩子青年到中间的，现在家庭的责任、家庭的重担，以及家人们的疾病，还有家人们，比如说小孙子的这个的幼小，和孩子们的压力，儿媳妇的专科的压力，这个忧患，还有他我亲戚里面的一些疾病，大病小病，我的，哎呀，也很伤心的。今天在主的面前，我得到了释放，我完全得到释放，感觉压力重担减轻好多好多了。感谢神，感谢天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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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有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好，那我们的课程就开始了啊。等一下再分享吧。我们一起唱了一首歌，就把时间交给叶牧师了，好吧？让叶牧师有个缓冲的时间。这里有神的同在。谁会唱这首歌？你给我弹这个，我给你弹。这里有神的同在。王牧师过来，王传道，来，你的歌喉。还边一首啊？第一首啊？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好，愿弟兄姐妹主的平安。好，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赞美。唱一首歌啊！这里有神的同在。对，你搵呢？搵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
耶、yeah。